诶，就是替我指控柯小姐，一个就是死，至少死无对证。菲菲，最好是赶紧出来哦，若是无表哥救你，你一世人就乌有去了。赌完你就会变成国际巨星，你要好好跟我感谢，因为钱是我出的。你想怎回事？紧去处理，若是出包我，你心不如死。你车顶敢哪有人？海生，海巴肚，要用酒店，你家里头好比变数分担者。我那真紧，那真正让你为别人造成去啊！我是要安怎找你？表哥，拜托你放我算，我保证，我什么代志拢袂讲，我会甲阿妈随当去下讲。庄家玲，你人就要甲我顾好势，莫让伊走去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让伊甲发现你是假，到时阵咱两个人就做伙死。你免甲我猜，等一下手术完，你就会变做国际巨星。你要好好甲我感谢，因为钱是我出的。你想怎回事？紧去处理。若是出包我，你心不如死。你车顶敢哪有人？你即马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替我指控柯小姐，一个就是死，至少死无对证。菲菲，最好是赶紧出来哦，若是无表哥救你，你一世人就乌有去了。后盖若搁出差错，这记得啊，对你安全第一。你竟然把我拍上！你真的是一个小查某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嘉玲哪会这么残忍，拿刀去伤害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